请问师傅，好像我们烧送小房子三十晚的时候，除夕夜的时候烧送，还是新的一年初一的时候烧送呢？初一、年三十都可以烧送，因为年三十晚上接近尾声的时候，菩萨都来的，全部下来了。听得懂吗？听懂。然后送给祖先呢？送给祖先最好是年三十之前，送给自己的小房子，保佑自己的全部年初一，过了新年之后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